广智在生日那天变成灰姑娘。啊，父亲节真好呀，能吃好多好吃的。这周又有爸爸的生日，马上又能吃到好吃的了。给爸爸，感谢你照顾我们。哦，是父亲节礼物啊。哦，原来是长靴呀，太好了。因为是梅雨嘛，我想这个正好。怎么样？哎呀，穿着很合适啊。谢谢啦，姐姐，马上就可以穿了呢。嗯，爸爸，这个是我的礼物。小丸子，什么呀？看起来很正式。真是的，最重要的是心意嘛，是吧，爸爸？算是吧。啊，什么嘛，那种表情。第二天，爸爸，你要出去吗？啊，怎么样，合适吧？再见了。真是的。来，多喝点，多喝点，广。哎呀，阿山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好喝，哎呀，这个真刺激啊。又过了一天。真奇怪啊，为什么长短不一样啊？难道是我喝醉了之后穿错了别人的长靴吗？是吗？你也不知道啊。到目前为止，也没有人来问长靴弄错了的事情呢。那么，您记得昨天有谁来过店里吗？拜托您了。昨天晚上客人很多呀。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哎呀，怎么了你？没什么。哎，这怎么会？你怎么能把姐姐送的长靴给弄丢了呢？哦，看起来是我不小心穿错了别人的靴子呀。爸爸，你真的把姐姐送的长靴给弄丢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最好快去跟姐姐道个歉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但是马上就可以穿了。我说妈妈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帮我一起找找啊？怎么办呢？明天正好有很多事情要办，很忙的。那么，小丸子，拜托你了。哎，不要，太麻烦了。正是这样，我说拜托了。那么要给我买漫画书呀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太好了。去这家和这家问完了就完事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我真走运的，爸爸会给我买漫画书哦。是这里，是这样啊。我家没有呢。这里也不对嘛，这样的话到底在哪儿呢？哎呀，不可能有的吧。哎呀，小丸子啊，川田先生，你在这个地方找什么？那个，我在找东西呢。川田先生，你呢？你看，我在清洁河道呢。这样啊，你还真是辛苦呢。找到了！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这靴子掉到河里了。哎呀，真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，小丸子。那么要按照约定买漫画给我。小丸子，算了，妈妈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小丸子这么努力地帮我找到了长靴，真是拿你们两个没办法。太好了，喂，穿上试试吧。是啊，爸爸，快点。穿不进去。之后我也一直在到处找，但还是没有找到呀。那你爸爸还真有点倒霉呀。而且昨天
真是的，到底在哪儿？感觉有点像啊。那双长靴，那也像，这也像，我已经渐渐觉得这双还有那双都是一样的呀。小丸子的爸爸真是被逼到绝境了呢。所以要一直是这样的话，就只能用那一招了呢。哪一招啊？怎么了，爸爸？这么做到底好吗？又去买一双新的长靴？没办法呀，谁让你找了这么久还没有找到啊？可是还有，你要是总不穿的话，姐姐肯定会觉得很奇怪的。算是吧。爸爸，小丸子。是姐姐啊。都这么晚了，你是去了梁子家了吗？做完作业不知不觉就晚了。爸爸，怎么没有穿长靴呀？是因为不舍得嘛，但是下雨天还是应该穿长靴的啊。是啊，爸爸。看吧，幸亏你已经买好了。对，爸爸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，全都是爸爸喜欢吃的呢。餐后还有蛋糕呢。你们要好好的记得要感谢我。哎呀，还没有插上蜡烛呢。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能去房间拿一下吗？放在橱柜里了。我知道了，在这儿吧。爸爸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姐姐，这个为什么会有一样的长靴呢？奇怪的是，这双长短还不一样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个是爸爸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吧。其实呢，对不起，我弄丢了姐姐送给我的那双长靴。弄丢了？怎么会呢？好像是因为喝醉了，穿错了别人的长靴。姐姐，爸爸他真的拼命地找过呢，但是就是没有找到。因为喝酒弄丢了。爸爸，你去哪里啊？爸爸，你不会是现在还要去找吧？易先生，碎波先生。是小玉的爸爸，您怎么了？那个，给你。这双长靴不是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说起来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是从小玉那里听说小丸子的爸爸把长靴给弄丢了呢。尹先生把礼物给弄丢了，真是糟糕啊。其实那天我也在那个居酒屋里喝酒，可能当时是喝醉了吧，到今天为止都一直没有注意到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是啊，一想到如果那是小玉送给我的长靴，我就会觉得坐立不安了呢。真是说不出口把女儿送的礼物给弄丢了的事。是啊。爸爸，试试吧，殷先生。太好了，刚刚好。广志好像体会到了灰姑娘那样的心情。因为长靴之事，父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。晨练。
我可是一直都在练习的，每天都进行晨练。可真努力的。健太可真努力呀，每天早上都进行练习呀。也许长谷川同学将来长大后会成为一名职业足球选手的呢。强制，你也向长谷川同学学习，明天开始进行晨练怎么样啊？嗯，爸爸妈妈，我可以的，每天晨练我会像健太那样越来越好的。加油哦，强制。第二天早上。嗯，好的，加油啊。路上小心。早上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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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山根同学，一大清早在这儿干嘛呢？足球晨练呢。啊，足球晨练。哎，不过跟一个人练足球比起来，还是大家一起练习会更好。再说现在足球队也没有招人呢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在做什么呢？你们俩也一起来吧，我们在进行足球晨练呢。哦，不错，试试吧。要是晨练肚子饿了，也许午餐能多吃一点吧。哇哇，那么我也来练吧，足球选手太帅了。英同学，一起努力吧。咦，我也要来。开始啦，看球。哎呀，等一下啊。英同学，就拜托你了，一起努力。哎，强制啊，起床了。嗯，早上好，妈妈。小丸子，起床了。不是从今天开始和山根他们一起晨练吗？为什么我也想吃了？肚子饿了吗？离吃饭还有5个小时呢。快点，给我打起精神来啊。给运动服来了。啊，你这是受伤了吗？今天晨练时有点擦伤了。好了，妈妈，谢谢你，明天也会努力的。嗯。耶！小山怎么不来了呢？咦，是山田。啊，在睡觉。早上好。哦，是小山的，你怎么不来晨练啊？我还是放弃了吧。哎，我太饿了，都坚持不到午饭了。不用靠足球，在家里用吃饭来代替晨练。既然如此，晨练中不用训练也可以嘛。我也放弃吧，太困了。山田大爷，没办法，我们两个继续吧。哎，拜托了，要是英同学也放弃，一起练习足球的伙伴就没了。怎么会？给你。呀，太好了。啊。几天以后。对不起。第二天早上。想着强制每天晨练那么辛苦，是不是该补点营养啊？做了好多菜啊。妈妈为了你能吃好，4点半就起来做这些菜了。哎，4点半起来的。我开动了。要加油啊，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。我先走了。早餐吃的太多，我有点难受。健太。山根同学，今天足球队休息，咱们一起练吧。
要很用力地去踢，球只要不离开脚边就可以了。变态，真是太棒了呢！什么？球进了！对我来说还是太困难了，即使晨练了也一点都没有进步，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像健太一样。英同学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吧？没有了，还没有那回事。究竟要不要放弃晨练呢？上课强制该起床了，怎么办？要不放弃晨练吧。很高兴你昨天把早餐都吃完了，今天妈妈也很用心地做了早餐等着你哟。给。我先开始吃了。你很努力呀。健太，你想比一场吗？好啊。山根真是什么？看来我们得加强训练了。山根，虽然你曾经说过要放弃晨练，可是今天却非常努力哟。我妈妈每天早上都起得特别早，她不仅喊我起床，还为我做早餐，还给我洗运动服。为了我一直在努力着，所以我是绝对不能放弃的。是这样啊，这样说来我妈妈也是这样的，那么一起努力吧。我妈妈也是的，所以我决定每天早上自己起床。真的吗？就算有人喊我，我也起不来呢。真棒啊。那么我们几个从明天开始也靠自己吧。该怎么办呀？爷爷，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像爷爷那样早起呢？这个嘛，可能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吧，自然就早早的醒来了。要是丸子上了年纪的话，也就可以了。可是我也不能等到六七十年后我老的时候呀。睡觉前不要喝太多了，会想上厕所的。对了。很好，你也向长谷川，向他好好的学习，明天自己起床。强制。但是自己真的起得来吗？闹钟会准时响吧。不会到时候我又继续睡吧？要是起不来该怎么办呢？是自己提出来的，要是睡过头了，那该多丢脸呢！想上厕所，但是还想睡，不过实在忍不住啦。作战成功了。传球，这边还没来啊，山根大概是起不来了吧。是的，从昨天夜里开始肠胃就不舒服，所以今天向学校请病假。已经跟老师讲过了。是不是昨天的晚饭有问题啊？妈妈为了我一直都这么努力，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得自己起床努力进行晨练，没想到肠胃就……强制，对不起，强制，妈妈只是为了你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，所以没必要太勉强自己的。妈妈。就这样，山根停止了足球晨练。山根，肠胃好些了吗？今后我不会太勉强自己了。砍球。第二天早上。
小丸子，起床了，要迟到了。真是的，好不容易多亏了晨练起得早了一点。我也是向山根学习，不要太勉强自己了。小丸子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。你再稍微勉强一下自己。被在路上涂鸦的人搭讪了，还是个外国人。这件事被猎人杏子看到了，大骚动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姐姐成为专制粗心的猎人，和小丸子通过涂鸦互相沟通，敬请期待哟。